有没有名字啊？我叫白千机。啊。不跑了，啊！年轻人，我现在跟你做个交易，拿这个小丫头来换你师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，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行不行？别逼我下死手。换吧，我有办法。不行是吧？动手！别动！换。不换。闭嘴。小九，押起来，快走！等等，我捡的。我现在又不想换人了。我承仁哥，承仁，别冲动，对你没什么好处。乖乖的跟我回去，不要反抗，懂吗？小九，承仁这吸引熏粉吧。老大。姐，走，姐，走啊！他们人呢？我追！真的，小九，你先躲起来，他们要找的就是你，咱们去救我姐。我不要。不是，他们要是抓住你，我们都得死。把我姐放了。这样吧，我们何必搞得两败俱伤？你老实告诉我，那小丫头跑哪儿去了？不然我就把你师姐给砍了。不可能，我能信你？年轻人，那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江亮的厉害。哎，等等，你再不把她交出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等等，先把我姐放了。我再把它交给你。不行，闭嘴！你们商量好没有啊？别怪我刀剑无眼！别碰他！姐，千机，姐，上来！别忘了你的毒只有我能解得了，不识好歹的东西，给我上！你们真是冥顽不灵！光凭那六味药。能救得了红泥镇吗？老实告诉我，这七味药，大家都能得救。我能信你？哎呦，我的腿，我的脚，哎呀，这疼疼啊，疼腿，疼，哎呀，疼疼疼，疼死了。矛盾，除了那个小丫头，一个不留。你们快去找小九，这边我和尚兰断后，快走！师母们，快走！离开这个地方，走，往那走，快！啊，走走。等一下，我
对不起你们。你说什么？听不见。走吧。欢迎贵带。不厉害吧？宋胖，我跟你说啊，下次你别往前冲，你这快乐一不死一片。疼不疼啊？你别扯我。你们先回去休息，我回官署和王大人交代一下。我跟你走吧。哦，哎姐，要我说他就是没必要。你说他找汪国远，这汪国远就无非就是叨叨叨叨叨，多费劲呢。我觉得挺好的，男人就该这样，敢做敢当。行吧，你们快过来，出事了。走。看着在公堂上被当众处决的汪怀远，我有些不寒而栗。这嚣张的手法与美娘一案如出一辙，凶手似乎是在告诉世人，自己就是出血成恶的断罪者。这可是藐视公堂啊！怎么，你打闹回来了？可不嘛，不是刚回来就碰到这档子事儿了。这是因为你该解决的事儿没解决，所以天下就不太平了。大人，行了，起来吧。你这趟出去，该知道的都知道了，所以可以结束了吧？这哪是该结束了，这明明就是刚开始，好。尸体都验过了，怎么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徐大人。嗯。细数起来，咱们俩还没说过话，对吧，仵作姑娘？嗯。查出什么了？给我说来听听。徐大人，我觉得这个案件挺奇怪的。死者明明死于勒杀。但是勒杀的尸体眼睛应该是瞪大的，嘴巴也应该是张开的，舌头应该是伸出来的。但是汪大人的死相，眼睛闭着，嘴巴闭着，手也挺放松的，看起来死态很自然。我觉得凶手是用了什么手法，比如说呢，可能是用一种很锋利的细刃，以极快极狠的手法勒毙死者。这样其实应该挺有难度的。而且，为何凶手毫不掩饰地让汪大人死在公堂之上呢？哼，听上去你和这凶手还挺投缘的。也不是说投缘，就是觉得挺奇怪的。嗯，白雾做独具慧眼，我小看你了。朋友送了我一点茶叶，有没有兴趣一起品尝？千姬姑娘，一个女孩子，怎么想起做仵作了？面对那么多尸体，不害怕吗？其实面对尸体，人人都会害怕，这个不分男女。而且刚开始接触尸体的时候，我挺抵触的。但接触久了，发现尸体它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真相。嗯。勇气可嘉。哎，说到这真相，这回你们出去找回了药方，那是不是也应该给我带点真相回来呀？嗯，是发现了一些，围剿碧玉庄、勾结裘家，还有在千日红里下药的人，都是江亮。千真万确。嗯，千真万确。嗯，来吧，来吃点东西。姜汁梅，验尸的时候口苦，吃点甜的东西也是好的。
大人，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吗？是我做的。可你怎么还哭了呢？太好吃了。那就多吃点。大人这回上任，除了查红衣镇的案件，还有其他的重要任务吗？对，有重要的事要做。这梅子有股墨香味，是您独家的配方吗？当然是了。好了，我也该忙我重要的事儿了。大人，我可以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吗？可以。三张庄园图拼合在一起，就是碧玉庄当时的景象。落款部分写着：“芙蓉出城，桑榆暮景，天下为之变色。王侯膜拜，执掌江河，苍生为之臣服。今有佳酿宴宾朋，门客红姑，李白。还有一个名字不太清楚。”桑榆暮景，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？师父，难道师父以前去过碧玉庄？还有红姑、李白，看不清名字的又是谁呢？汪大人的死状与那个高台上二掌柜死状有些相似，什么样的细刃可以让人毫无痛苦的一击毙命呢？师父的玉佩，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啊。嗯，看好成人，别让他闯祸啊。放心吧，师父。不可能，许大人不可能有这个玉佩。他江之梅的做法如此熟悉，莫非这些案件中？只有师父的尸体是被杀后再次主尸，难道凶手是要毁坏尸体，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？一定还有别的线索。果然是这样，凶器是鱼线。许牧就是师父。我不能让成人发现这个线索，他会接受不了的。许大人。干嘛呢？没干什么。没干什么。你是想隐瞒什么吧？承认，我不想骗你，但有些事情，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
在我还没有想明白之前，可以先不告诉你吗？我以为你能坚持追求真相的。我曾想凭借一杆笔画尽这世间罪案，可越是凝视人心，却越是善恶纠葛。姐，承认，这世上所有的苦集，人与人之间的罪恶，都是来自自私和欲望。人间享乐，天地美景，这些我都不需要。我只要有你，有师父，有红泥镇就够了。这里的太阳是太阳，月亮是月亮，没有私心。大人，谁？蒋某敬各位一杯。蒋老板，我不是说了我在招待客人吗？放心，待我把红泥镇稳定之后，定会交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江兄，虽然我很想相信你，但上面已经不会再给时间了，我要回去复命了，你要好自为之。江老板，我不是。既然江兄和许大人还有恩怨没有解决，那我就先不奉陪了。也是时候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。瑶池仙子，移簪殿前，西国海妖，歌唱不绝。三神照水，无鬼岛。待得芙蓉出城，天地为之变色。
徐大人，你就这样把我抓来了，不太合规矩吧？规矩？当年碧玉庄被你逐死的几百条人命，你对他们讲过规矩吗？你。我就是当年被你杀害妻女的流浪画师陶匠，13年了，对凶手毫无头绪，只能扮作古稀痛苦苟活。这种痛你可曾体会过？果然是你啊，你就是那漏网之鱼陶匠是吧？当年你做客碧玉庄的事我有所耳闻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没错，为了布这盘棋我费尽苦心，等了整整13年。13年呢？是啊，13年了。你我之间也该有个了断了。来吧。你杀了我很容易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红泥镇上上下下几千人的性命，他们中毒一身，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，只有我，只有我能救得了他们。13年了，13年，我早已经不是人了，我还顾得了他们？白千机呢？白千机你也不管了吗？我3个时辰不回去，家丁就会杀了他，懂了就快把我放了。王怀远，他恐惧吗？他恐惧，但他并不痛苦。他害怕吗？他害怕，但他并不疼。那么你呢？你是因为仇恨，还是因为你想嘲讽？不，你不想嘲讽，你只是觉得他配不上这公堂的清正廉明，你也并不享受杀戮。他是个贪官，他爱财如命，他阴险狡诈，但这一切不应该由你来做定夺。不，你应该是觉得你没有在杀人，你只是在审判，在处决，在主持公道，并在主持公道的过程中找到世间的平衡。所以连环案是形式，李娘汪怀远的死则接近本质。我知道了，我们之前分析的时候一直存在一个误区，就是我们一直把连环案的凶手和杀美娘的凶手，也就是杀汪怀远的凶手，
刚开始够不着，所以就产生了代偿心态。我们可以用排除法确定第一个代偿对象，也就是商兰在高塔上发现的二掌柜。他恰恰是在红姑酒铺失踪的，说明他的死和第一起女尸案都发生在商兰大婚前夜。不是我和子谦发现二掌柜失踪了。合理的推测是，凶手当时在红姑酒铺被二掌柜发现。这个时候你应该选择逃跑，为什么会选择来抓我？你们在碧玉庄发现了什么呀？这个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，要不然怎么会跑到碧玉庄抓我们呢？当年的事，你是主谋还是帮凶？姑娘，你的聪慧机敏真的是让我佩服。可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，你明明是被关起来的吧，谁把你放出来的？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自然有我的底牌。说吧，在碧玉庄到底发现了什么？你残害了上百条人命，你心里就没有觉得不安吗？天地不仁，命如草芥。我做事情很简单，我就是想要拿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，至于其他的一切都是必要的手段而已。
红泥镇的异症也是你造成的吧？好像是你一直在问我问题，你总是旁敲侧击的套我话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你？要杀你早就杀了，不用等到现在。裘家一直在找人试药，说明药还没有成功。你需要我的帮忙。白姑娘，你聪明美丽，你明明是天上的仙子，你却甘愿纠缠世俗的脏污。像你这样能够把事情做得明白的已经很少见了，更难得的是你还能把事情看得明白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应该知道第七味药材是什么吧？你说我会不会放过你？红泥镇的百姓是无辜的，你应该能解他们的毒，对吧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为别人着想？放心，我熟知配药剂量，配针药很容易。倒是你，你本不属于这地狱一样的人间，我带你走。